他主要调的话，调他的腿，腿比较硬，放松一点，整个人。对，放松一点，因为他打球容易僵。对，放松一点。他平时多给他练练协调性。看着啊，看着啊。看见没？他协调性不好，对以后打球很那什么。你再做，你的腿协调性好，你就能长几分。还是你看，你看我再给你做一遍，慢一点啊。站在姐姐后面去看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你再做，在姐姐后面看，好，再做。第一下垫在左，找到中线灯。你要多去练练这方面协调性。因为你的问题不在于上面，因为你的协调性不是很好，协调性不好就造成了会僵。咱看啊，很简单，比如这是这样吗？这就是一个协调性的训练，协调性的步法训练。你看会没会？对，就这样，然后顺起来。滑一步垫一步，看，它正常，应该是这种状态。知道吗？但是你就慢一点做先，你看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这样过来以后踩过来，对，这脚不动，再踩过来，对，然后往前走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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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